欢迎收看股市将军，我大概要创举了哈，我大概创举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在创举什么？我开场1分36秒没有讲半句话，这应该创投顾业的创举啊！开场1分36秒，我没有讲任何一句话。啊，你们看的是什么？你们看的是开场，就是先讲一大堆盘势的分析，对不对？盘势解大盘。哦，台北股市，哎，我看一下今天咋跌？哦，今天跌哦，靠！我靠，怎么跌109点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就抓，我老公北菜，龟心哭暖尿尿。我真的不知道跌涨还是跌啊。但是你们看的节目，就是一开场会跟你讲说，哦，台北股市跌109点，成交量3984亿，收16966。你讲这不是废话，大家拢看会到物件，你讲这個，你分析这要创啥？你分析这个无搞啊，这就看图说故事啊。啊，有本事的话，你把明天5个号码写出来，哦，成交量会几亿，你写出来，这样才厉害嘛。啊，分析事后的大盘有什么屁用啊，投资朋友。你们是不是都看那个开场都讲一大堆盘势分析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什么强势股是什么啊？什么类股转强啊？什么类股转弱？讲了一大堆屁话，都不是自己的操作啊！我刚刚给你看这些啊，我们再倒着回去看一次啊，我觉得太爽了，真的。我倒着回去看，我把刚刚给你看的倒着回去看，希望你有来填问卷哈，希望你有来填问卷哈。希望你有来填问卷哈，填问卷的第八档，投资朋友，导播帮我放大一下这个第八档，这个谢谢导播，有看到吧？旗下东森购物，那第八档一定是东森。好，谢谢导播，圈图，这是上一次的。之前我的台华7天7次涨停，今天呢？今天运仓跳空又涨停，昨天也涨停，啊，心向卖供啊。啊，羚羊呢？羚羊表现的怎么样？啊，你刚才有没有赶快吐槽？老师，微星还没涨，阿弟，其他我就跟你讲过了，你要跟郑军起步骤，适合买什么，我就会通知你买什么。事实上，我老实讲了，我们的扣讯，哦，会没有正在收看嘛？会没有看我有没有讲，谎话？事实上，微星我真的这五档股票只有这一档，我比较没有 focus 在微星。我们凭良心讲话，我的扣讯真的都不好意思啦哈，因为我觉得适当时间就去买适当的股票啊，只有微星我比较没有什么动作。这第八次的啊，让你顺便看一下我们家今天的扣讯哈，来，这是我们家今天的扣讯。6月9号，恭喜裕国涨停，九亿码涨停，东森卖供了，东森3天3只啦，大三元，好啊，这次一看我们这不能讲，但你们可以那个啦哈，你们可以比照办，但我先讲好，我的短冲班没有做当中的哦，你敢要动作行的哈，啊，你就别来找我，老师我要当冲啦，当你去死啦，当冲，老师有当冲班的不？有啦，当你去死啦吼！啊，你若要找我做安尼会使，啊，要找我做当冲，你去找别人。要做当冲，你去找别人吼，我无遐敖吼。我的朋友都很清楚哦，比方说九玉什么集团，九玉是嘉义集团，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他们都很清楚。我的会朋友都很清楚。在今天的扣讯，东森，你看到6月7号是吗？是11点40分，礼拜一早上，你滑你的 TG。不是18块的来找我，啊，当然当天你就赚1块多了，啊，昨天更爽，今天又更爽，啊，今天又涨停板，好，今天涨停板，有没有看过这图 ？TG 有没有看过这图？请问 TG 有没有看过这3张图？有吧？我还跟你拿这2档来跟你比一比，网加100多，富邦每1400。啊，我的东森只能19块哦，哎，有没有？
啊你们隔天早上一大早就在冲冲冲冲冲冲，有没有？冲掉你就少赚两根了啦，冲！这玉果你看过了吧？你看过了吧？啊，金鸿你有看过？金鸿是不是最强的电子股？我多久前讲的？我是上个礼拜一5月30号，投资人，TG 是送乎你的呢，64块送乎你的，啊，那对时对价，不是10点21分，我水在你，啊，64到今天已经突破90块，64今天已经突破90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你知啊，汉讯今天拉尾盘，昨天涨停，今天拉尾盘。立台，讲多久啊？讲啊，我嘴足臭，我讲啊，我嘴足臭的呢，我逐天跟你讲，我跟你讲分盘交易，我跟你讲分盘交易，我都买啥？我都买别人不知道的。啊，感谢你加入 TG， 感谢你加 FB。我一直跟你讲啊，分盘交易是什么？是保护伞啊！我有讲没讲？啊，你看昨天的玉果，如果你跟的老师是看到跌停板的，有没有？他绝对不敢讲啊！啊！但是连续两天涨停板呢，过来呀、啊！那个疫苗股，我真的不敢带会员朋友去做重压这一件事情啊。请问明天解盲会不会成功啊？请问明天高端解盲会不会成功？除非你是内部人嘛。不然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？老师好像会成功，可是这种做法叫做赌博性的做法。如果一个分析师，一个正派的分析师，一个正派的分析师，怎么可能会带所有家族会朋友去重压去买这种？就是明天如果假设他解盲是没有成功，如果没有成功，然后顺水推舟，哈哈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解盲没有成功哦，不好意思。那上一次基亚怎么死的？上次多少分析师？我讲到这就发火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股票通涨停板呢，你还看一下我股票？我今天很激动，你看看我的股票，看一下电脑，来，立台，啊，这拉尾盘你知道吧？汉讯，拉尾盘你知道吧？这你知道吧？这都有帮到你的忙，这不是。那我跟您讲，这米伯讲哎呀，我刚为什么那么激动？因为我觉得我是买名门正派的，金鸿，上礼拜一 ，TG 送的 ，TG 送的，上礼拜一送你金鸿，本周一去拿你的手机拿出来滑，本周一你没有收到东升18块的，我水在你。我随在你，投资朋友，那我也跟您讲过，咱做股票爱做啥？做当下的，有无？当下，但是这我唔敢买啊，这我唔敢，这我唔敢买，这起三倍我唔敢买。但是我有跟您分享过我的看法嘛，对不对？六二八开始，如果假设哦，这是假设性的问题哦。如果628解封，伊就翘起啊。啊，但是还未解封，伊未死啦。还未解封，伊哪会死？那你搞骗，哪会死？是变哪死？哪会死？啊，都还未解封是变哪死？敢无影？啊，要我跟你讲，这个你嘛唔敢买啊。但是你昨看戴姐这部老师刚在跌停板，刚跟你讲，你昨看戴姐老师这部敢去讲什么？讲他股票，其实奇怪，我觉得很奇怪。你老师股票跌停板都不敢讲哦，你老师股票跌停板都唔敢讲哦，哇！跌停，啊，涨停板就开始拍波啊！这辈人早就翘起啊，早就翘起。但是咱讲正讲的啦，就算上去，我觉得都叫赌博，这个叫赌博啦。你不能买名门正派的股票吗？好好带会员去买，就是有机会的，而且青菜坦。64块，今仔日93块，64块，93块，安尼30块，将近30块，30块买30张，你已经赚90万啦！你买30张已经赚90万啦，90万，你已经赚了90万了。
这上礼拜一送的，那我本周一是送你东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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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市场哪一个讲东升的啦？啊，这成交量好进又好出，又锁了88,000张，昨天100,000张，今天60,000张，锁了88,000张，你写在买几张？啊，涨我有讲过，我讲涨吼，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那开盘了哦，开盘就等我，为什么？紧走紧走紧走吼，走。走哪里去啦？走，你是咧走迄大个，啊！这突破平台第一根，你是咧走迄大个，你是咧走迄大个。投资朋友，啊！你走去，你走去，你昨个去买套牢的，你走去，你昨个去买套牢的，啊！你是咧钓济哦，投资朋友。莫安尼算啦，你甲你讲莫安尼算啦。啊，阮算的，我叫股票，拢互你好进好出啦，讲正讲的啦。讲正讲诶，做者投资朋友有无？礼拜一收的时阵有无？因为这种股票股价很低嘛，收到的时候才18块，啊，会员不用讲，会员一定17块多的啦。收的时阵是18块，18块你100张啊敲落去，为虾米俗啊？俗啊！100块啊敲落去嘛，较100几万，佮无200万，你敲100张诶，你就按3天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安尼3天。100张的，你已经赚40万以上啊啦！啊，200张的卖讲，200张的赚80万，这款股票扣500张，无问题。你有送有无？499，499给敲下去，499张敲下去，马上成交。啊，你今天要卖有没有？卖499张，随便你卖，一卖马上成交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不是吗？那你曾几何时？你看，你有没有看过你老师在节目上敢讲跌停板的股票啦？昨天裕国是跌停板呢、欸。昨天裕国跌停板呢、欸，投资朋友。啊，我跟你说，好好好，没赚到没关系，没赚到没关系，我跟你分享，你不知道哎、欸。有没有带种？有没有带种啦，投资朋友？老师是没有量的股票，你马上差不多诶。昨天19,000张，今天14,000张啦，啊，你没有量哦，还锁了10,000张啦，锁了11,400张啦。这有没有明的讲？开盘才开小高而已哦，开不到2%哦，开不到2%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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正在收看的会员朋友，我从开场讲到现在，有没有人搞不清楚我在讲什么的？知道的话就拍拍手。啊，不知道的把你的手机马上砸掉、摔掉，摔一台我赔一台，摔100台我赔100台，摔10,000台我赔你10,000台，这叫实际上操作了。还要听我分析大盘吗？还是要分析高端明天解盲会不会过？说真的啦，过不过我觉得那很不负责任，带会员朋友去赌博，那你就自己赌就好，你参加会个屁呀、啊！你就自己赌赌看嘛，干嘛参加会员？那如果没有过嘞，啊，如果又变下一档的鸡啊，那跌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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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开始说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睫毛没过，跟我没有关系。那这样做就没意思啦。很奇怪，怎么讲的？我们股票全部都涨停板。那今天最后一次送哦，今天最后一次送。五龙五狮的第8档拿出来核对一下，如果不是东升随你便。而且这十档股票啊，我只出手啊，目前啊就第8档东升啊，其他的也不错啊，但是先讲好哦，其他的我就是按部就班，就是时间到就会上。其实里面也有一档跟上一次一模一样的股票，就第1档了、啊。
羚羊啊，代表什么？先让你看一下羚羊，来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正军。其实我看好的，我一定坚持。我看好的，我会坚持。我问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看好的，还是创新高吧？创新高都通赚钱吧？你买高空，你不知道哦。我看好的就是我坚持，我坚持啊、哦，我坚持。当然啦，去年的敦泰就过去了，因为我觉得现在买敦泰赚不了大钱。你今天买250块，买240的，我觉得就算有赚都是蝇头获利啦。那带会朋友就是要赚大钱的 我这边常跟你们分享，就是你们不知道的、啊，你们不知道的、啊。啊，希望你要来了，因为我这三天都要跟你们分享东森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东森的图哈，你们一定有看过这个图啦。那当然金鸿不好意思，金鸿不要再问我可不可以买，我觉得你们不要每次64块是送给你的，但你跟我们可以买更低。那我先稍微交代一下哈，会员朋友一定有一种权利，就是说他一定有优先在 TG 的前面，你不能跟我讲说老师为什么你们会员都买在 TG 的前面。但我也不是要叫你去拉干的，我东西不需要你拉啦，你听有无啦？我的物件不需要你拉啦，听有无？老师，你是不是用 TG 拉股票？拉你个头啦，拉你的股票嘞！笑死我了，我这种人还要需要你拉哦、喔？那东森是你帮我拉的，是不是？昨天东森10万张是你帮我拉的，是不是？我的东西还需要你拉？我给你的时候还在跌啊，它不会动啊。啊、你只要知道我的实力就够了、啊哦、那 我很纳闷，就是说为什么还是很多人没有赚到钱，我真的百思不解，而且我给的东西真的是少之又少、欸、我给的真的是少之又少、欸、我昨天有没有给九玉？昨天拿出来滑，我昨天有没有给九玉？盘中我都盘中给哦，我不是一款收盘，收盘开始丢，你要笑死人！你收盘再丢，啊，你是作弊哦、喔？有些我都看，我看那会员朋友提供给我的，他去参加别人的 TG， 就是收盘后把那个涨停板的股票通通抛上去，然后在节目上有没有就开始哦，隔空送德，这种3岁骗小孩的做法还在玩哦、喔。笑死人！我的盘后是不发的哦，你们可以拿出来划。我盘后我是一通都没有发啊，我有没有说谎？拿出来划，我哪一天盘后给你发什么涨停板、恭贺涨停板？啊，你们还赚不到钱，那赚不到钱就来想办法来找我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我又讲了一堆废话，跟你说抱歉了。有时候我是性情中人啊，也不是要跟你呛我多厉害、欸，不是啦。啊，我当时想到生气的代志，我都就生气的。因为有时候看到人家股票跌个7个停板、8个停板，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很纳闷，他们在搞什么鬼啊？我就觉得，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生气的哦。啊，你们看我节目就那个。不要太在意了，因为 我人就是这样子嘛，啊，我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哦啊，当然没别的意思了哈、哦。来，那你只要听过我讲过东森，哦，你只要听过我讲过东森，哦，物流嘛，啊、哦，物流，啊，因为我们现在就开始会改变生活方式，哦，生活方式都在做改变，哦，所以说这是这礼拜的东森涨停。进涨停再涨停，然后这礼拜的东升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请问这三档你都错过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嘛来锁定这个，因为我说过改变生活习惯嘛，对不对？以前要到这里面去买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不用到里面去买，不用到里面去买，不用到里面去买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啊，以后你不用出门啊，买东西真的不用出门啊。那这档股票去年赚1.8块，但是今年的第一季就赚的比去年上半年啊，比去年的全年一半都还要来得多。重点是我要问你这一句话，重点是 Q1 加4月跟5月会不会超过去年的全年？好，如果你东森没有赚到，你东森没有赚到，一样，看完节目按个赞，或者是我们的 FB 去 FB 按赞留言分享这档股票。
明天早上有人会通知你，一起同步上车，就这么简单。中场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非凡新闻通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到十点，股市现场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，财经第一台。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，非凡抢先报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全球新观点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电脑哈。来，错过立台，错过立台没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应该都错过好多了，连汉讯你也错过。那金鸿你不知道有没有错过？我不知道，金鸿。这上礼拜一送的，那本周哦，本周放大一点给你看，本周一是送你什么？是送你东森，希望你都有赚到了哈。那包括最强的，你看温道的高票强不强？裕国哦，这个是4173，等一下4173，这也是涨停板，对不对？那昨天特别提醒你留意这档股票，我今天还是来不及讲哎，光照。2338的光，因为我很喜欢这种股票，我非常喜欢这种股票。一月赚七毛，二月赚八毛，四月赚九毛，五月会不会赚一块？六月会不会赚超过一块？今年会不会赚超过七到八块？好，讲完了，能讲的我都会尽量跟你讲。那当然了，你来不及哈，昨天来不及这个东升了，那今天这档股票来开放让你来体验。这一档股票一样老规矩老动作，我们把电话拨通就可以马上体验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